近霸占各大影院排片榜首的《海王》上映七天已突破9亿票房，而作为整部影片穿的最少、大部分时间都半裸上身的海王亚瑟，除了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，一身如雕刻般漂亮的肌肉线条想必也已深入人心。海王这一身腱子肉很是惊人，作为一个1米93、体重108公斤、胸围127厘米的硬汉，亚瑟的扮演者杰森·莫玛平时的训练量也是惊人的，他每周训练5到6次，每次至少2个小时。为了塑造整体肌肉线条，杰森·莫玛的训练主要以复合型训练为主，超强的训练量让其替身一度感到崩溃。杰森·莫玛使用的是独特的 AR7 训练法，这是一种利用低重量、低重复、少休息、循环式的健身模式。从这个健身模式中，你会迅速体会到肌肉动感。具体的训练安排如下：健身时间30分钟，健身组数7×7+6×6+5×5，选取重量65% RM。休息时间分别为7、6、5秒，例如哑铃测评举7个休息7秒，继续举7个休息7秒，以此类推。7组后休息1到2分钟，此轮结束，然后选取另一个动作，如哑铃肩推举6个，休息6秒，以此类推。6组后休息1到2分钟，此轮结束，最后进行钻石俯卧撑5个，休息5秒，以此类推。5组后结束，一共3轮。但事实上，杰森·莫玛对健身举铁并不感兴趣，相比枯燥的健身房，杰森更喜欢户外运动，如攀岩、自行车、游泳、冲浪等。他的健身教练也根据他的喜好开发出了他喜爱的健身动作，比如攀岩就是他每次健身必练的动作之一。这个健身模式需要30分钟，一天可以练2到3次，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，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。平日的高强度训练还是要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适度练习。在饮食方面，杰森的健身教练的协助下，摄入平均每磅体重1克的蛋白质，每磅体重0.5克的脂肪，其余的就是碳水化合物，牛肉、鱼肉、牛油果、米饭都是他爱吃的食物。新京报记者邓涵与编辑张云峰校对陆爱丁。